好，大家好。刚才呀、啊，在这里一直给这几株比较大的多肉啊进行配棚。刚才说了这个蕾丝女王，三株种在一个缺口棚，这个缺口棚口径大概是在16，高度在31，高度我会记得31，它就是一个缺口棚。这株种的非常漂亮，还没开始种啊，因为我老公还在忙的事情。这一株这样画进去，画进去应该是可以啊，男爵。我也准备两株种在一个盆里面，大家看一下，也是非常壮观的啊。我就这样，本来是想把那一盆挖掉，种在那个，我觉得不够高，不够好看啊。只是说后面这个菜花，它种在这个这一盆里面可能还可以。我现在都给它配好了啊，配好盆就努力种，不下雨前啊。盆子买回来，然后一开箱就去种，啊，有些盆就配的不适合，然后今天这个啊，就给大家配了一下。基本这个可能是那个，三青蛙腿的那个，可能会偏矮一点，还是种那个，它这个小菜花啊，不怎么好看，我觉得要这个，因为这一株这个很小啊。种在这个盆里面有点大材小用，虽然说它以后会长大，但是它现在还是很小。嗯，其实我还是给它换一个小盆种，就是这样的小猪都可以有地方种。嗯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株应该拿过来，可以的啊。大家看是不是种下去就可以了啊？终于给这三株啊，大家伙，嗯，应该是六株大家伙配好了盆。等一下我们。种进去就很快了，土有了，颗粒土陶粒有了，种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等一下种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嗯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开始种多肉了啊。刚才我给这三株蕾丝女王啊配盆配一下，就这样子多好，就这样种好了，不给不种了。没有啊，土还没挖进去，空的空的，我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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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用一个缺口盆种，非常的壮观。哎呀，没有垫片、哎，干嘛？天天欺负人家。这一株，稳了吗？稳。这大家先放，因为你站量就这么高，这么高怎么行？怎么那些杆一定要稍微露一点出来呀？怎么不行？我已经都搞，都已经试过了，怎么不行？怎么会不行？你那会种多肉，我给你种了，我失业了，杆总不能种那么低下去，不好看。等手，看一下，快转狠啊！就图搞这些小，大家看一下，稳稳当当的，啊，稳稳当当的啊。这一株可能矮不太矮一点，把这一点要一个窟窿，可以吧？可以住四株感觉。面斜铺一下啊，其实也看不见了，稍微的给大家一点铺一下，已经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壮观吧，壮观吧，啊，来了，大株的啊，大
猪的都来，哇，这里面垫片这么多，四个垫片，你看一下，男爵，很多人欣赏不来啊，我还可以啊，也是用这个啊，也是用这个曲口盆种，我就不再种两盆了啊。等一下我考虑垫一下，有点矮呀、啊。怎么样？哎，不灭时也要再换，等它长覆盆了啊！得看一下，怎么样？啊？好好好啊！难取。不好，很难取，分你记住了。不好，你也说好了。好都是三个，都是那个啊，包菜类的，我们都一起种了啊。这一盆就种在这里。这个土要挖掉。这个桃粒太多了，当时桃粒瓜这么多，多换一点，这个就直接这样换进去的啊，然后涂加进去就可以了。哎，它根很长，要用这个捧。这里还能够有个杆还弯的，可以的，得歪的哈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得歪的，歪就歪吧。也是，先不要不灭时啊。我感觉哎，种好了，我看一下。三盆菜花包菜类的啊，全部种进去了，快准狠啊。这一株是蕾丝女王，这个男爵，这个是菜花，就叫菜花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好了。